住一个男人的最好的办法，就是抓住他的胃。川鲁粤苏浙闽湘徽八大菜系，我样样拿手。只要他想吃，就没有我迟小念做不出的菜。他一点都不懂，只顾着自己。还是你最善解人意。直到现实给了我一个巨大的耳光。迟小念，大二学生，头部撞击入院，轻微脑震荡。是你啊。对，是我。你要起来吗？嗯。烟雨。你大小眼。你啊。大夫，十三床迟小念又摔了。他叫严玉，我的青梅竹马，更是我的克星。先说小学，我怕我妈生气，就把期末成绩给改了。这本来呢，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，眼看我的奖励就要到手，就是他突然跳出来说我有最后两道十五分的题做错了，没有得分。那一顿毒打算是让我明白了中国的男女混双为什么天下无敌。再说高中有哪个女生不爱美啊，我就是把校服裙子给改短了一丢丢，她就跟个老妈子似的，没完没了没完没了的叨叨。更过分的是，她竟然趁我上游泳课的时候偷偷进更衣室把我的裙子给换走。就这场面被同学嘲笑到今天，想想我就恼人了。有一天他说别人拜托他递给我一封情书，那是我人生收到的第一封情书，我可开心了，我还精心打扮了一番。刚放学我就到操场等着，然后我就在那儿喂了一宿的蚊子，第二天见到他跟没事人一样直接从我眼前走过去，那一刻我才知道自己被耍了。水逆失恋，克星出现，老天保佑啊。我建议你还是去大医院神经科看看吧。唉，年纪轻轻的可惜了。迟小念啊。哎，谁啊你？哦，我是他的室友，我是文学系大二学生，我叫艾梦。他没什么事儿，一会儿就可以回宿舍了。哎呦，小念你没事吧？我撞见林睿劈腿了。哎，你这个文案写的是够隐晦的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招男公关呢。嘘，小声点，别被熟人听见了。哎呦，走吧，走了。哎，走了，掉了，走了，走了。哎，你这招真的是够狠的，要是林睿知道了，肯定会被气死。编制内容呢，大概就是这样子的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内容我都可以接受，但我有些条件。嗯，第一，我周一到周五课程都很满，只能周末兼职。其次，我既然是硕士，薪资水平不能低于普通水平。第三，我到现在还没有谈过恋爱，所以兼职的时候双方距离问题得把控好了。停，同学，我觉得你不太适合这份兼职。条件我都接受，但我需要和我女朋友商量一下。商量，滚！这活人家可接不了，你们还是找别人吧。同学，有什么想法都可以提出来，咱们都好商量的。谢谢你啊，同学。得，就来这么几个人，
还都是奇葩。没事儿，明天再接再厉嘛。不行，这样广撒网的效率太慢了，咱们还是得定点投放。哎，你那个青梅竹马再考虑考虑呗。人到底怎么就不行了？青梅竹马知根知底，又高还帅，那简直就是最佳的选择嘛。怎么，你喜欢他呀？我确实挺喜欢。说你呢，你扯我干嘛？哎呀，真的不行。好吧，我还有课，我先撤了啊。走了，没事儿，明天继续。拜拜，拜拜。走了。听说这里有人在招兼职啊。你怎么来了？你是来看我笑话的吧？我是来面试的。你面个，你知道这是什么工作吗？走，不适合你。不就是契约男友吗？你怎么知道的？对于你还有不知道事儿？池小念，只要你答应我一个条件，这活我帮定了。什么条件啊？陪我吃饭。想得美，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。我说真的，考虑一下，只赚不亏。想整我，门都没有。一盘小龙虾的约定。一个从小到大以整蛊你为生活乐趣的人，突然有一天说要帮你，那这一定意味着这货在憋着什么心呢？老板，我们的小龙虾什么时候好啊？我帮你催着点啊。哎，老板，来两瓶啤酒啊。行，您等着啊。哎，小念，快点的，这客人可都催着。哎，好了。十五号桌再多两盘小龙虾啊。我这不备菜呢吗？快点啊！这么大个厨房就我一个人，你中摆皮，中摆皮。然然，啊，要不咱们换脚池吧？为什么呀？不是，我就觉得这地方太次了，我想带你吃点好吃的。没有，我就觉得这蛮好的，我就想在这吃。哎呀，把手套戴上。你们点的小龙虾，请慢用。池小念，哎呀，这么巧的啦！本来以为你在后厨做饭，我们遇不上嘞。听说啊，你做小龙虾是最拿手的，我今天倒要好好尝尝，以便呢我扬长补短，好好抓住我男朋友的胃，是不啦？哎，别走呀！亲爱的，没撞疼你吧？你怎么来了？突然想吃亲爱的做的菜了，就来了呗。怎么样，问起来可以吗？你想干什么？亲爱的，想吃你做的小龙虾了。我去给你做。好。一起吃吧，来吧，剥个虾给你吃啊。不吃了，这个地方就是太次了，走了啦。圆圆，原来你喜欢的就是这种身上带油烟味的女孩子啊。小念，你有没有闻到什么味道，像是香水喷多了发臭的味道？林瑞，是我们先对不住你，抱歉。林瑞走了。
解气吧。吃你的虾吧。来，把书都翻到第57页。今儿呢，咱们先讲一下动词的复数。啊，大家如果有什么疑问，都标出来。看吧，关键时刻还得是他为你两肋插刀。对，关键时刻有两肋插刀。那这是他主动帮你，不会有什么坏吧？所以啊，他怎么？艾猫，艾猫，回答这个问题。那是我们这15世纪的英国历史还是和文艺复兴有关系的，所以他的这个文学作品还是有这个抛运作用的。所以我觉得这个英语选择题还是用过去式比较合适，就是把日子换成 was， 把 are 换成 was。言语怎么可能好心帮我？都是有条件。魏冉冉刚刚的话是什么意思啊？你们有过故事吗？大一的时候他追过我，被我当众拒绝了。魏冉冉追过你？怎么样，我是不是这份兼职最合适的人选？亲爱的，给我剥个虾吧。惯的你，自己剥。这样啊，那我可得赶紧去跟他们解释清楚了，别让他们误会咱俩的关系。哎，别，我收回。找你帮忙的时候不接受，现在反悔，你觉得来得及吗？小求你好不好？那，你帮我把这盘虾剥了。不过，你确定你没有别的阴谋吗？天地良心，叔叔阿姨从小把我当半个儿子养，要是看到你有难我不帮，那岂不是太不仁义了？信你个大头鬼！说吧，到底想干嘛？我爸妈要到国外出差半年，食堂的饭我早吃腻了。你不是爱做饭吗？我帮你气你前男友，你照顾我的胃，互利双赢。说到底，你还是有条件的呀。我言语有做过吃亏的买卖吗？行，那吃完这盘我做的小龙虾，咱们的合作就正式开始。合作愉快。还是个小孩。合作愉快。和吻对了的人，你们有过那种分不清现实还是梦境，甚至觉得梦境比现实还要真实的时候吗？池小念啊，池小念，你现在出息了？昨天晚上背着我们喝酒就算了，今天大早上的在这做些有颜色的梦。喝酒？昨晚？对啊，你昨天晚上吐的到处都是，收拾你的残局我们收拾到凌晨。对呀。哎，我不行了，我得赶紧抹个精华补觉去了。我怎么不记得了呀？算了，咱们也不是第一天认识这个小迷糊了，下次少喝点啊。那，把这个养胃粉喝了，喝那么多酒，胃也不怕烧得慌。哎，你们今天都不用去上课的吗？今天周末，大姐。周末。糟了，要迟到了。老板。哎。就是这菜不是小念做的吧？哎呦，您这嘴还真刁。不怎么的，味儿不对。今天啊，小念大厨有事儿啊，还没在。这么着，我给你们打一9折，下次你们再来啊，我让小念送你们一份小龙虾啊。行，老板，还是你最会做生意啊。你拿好了啊。哎，得嘞，慢走啊。哎，嘞。看什么呢？进来吧。
不好意思啊，老板，我昨天喝多了，起晚。您还知道您昨天晚上喝多了呢？您也知道吗？我昨天在店里喝的呀。不然呢？迟小念，你说我多大的信任对你？这么大一店，我交给你一人管，你怎么回报我的？啊，你吐的满地都是，那啤酒瓶子扔的到处都是，还有那个黑不黑、绿不绿的土豆丝，您可真行。快尝尝好不好吃？你不吃，你就是嫌弃我，连你。好吃吗？完了，我现在连我再找事情我都做不好了。你是不是早就讨厌我了，所以才离开我？你讨厌我吗？不讨厌。就这么离开，你真的不讨厌我？我昨晚还真是在店里喝醉的。那对面那个人是谁啊？要命算了啊！卫生费、桌椅板凳损伤费、误工费，还有我的精神损失费。这礼拜你这工资还剩7.5块啊！嘿，还正好，嘿，拿着吧。迟小念，我饿了。走吧，请你吃烤冷面去。哎，就在这儿吃吧，出去是多浪费钱呢。拿咱店里的灶。老板，我就知道你不会这么绝情。那是，我跟你说，你对我好点，你按时上灶，啊，你别老欺负我这孤寡老人了。没问题。那小念，除了土豆和青椒，其他食材都得自己掏钱啊。老板，你可真会做生意啊。这成功的商人吧，总是不让人理解啊。亲爱的，青椒土豆丝来喽。哇，不错嘛。快尝一口。好。你也尝一口。怎么样？好吃。哎，你怎么做的呀？教教我。这可是我的独家秘方，我跟你说啊，你以后只能吃我一个人做的菜。那我以后要吃腻了怎么办呀？我又不只会做这一道菜，以后你想吃什么，我都做给你吃。行，那以后我的胃就交给你了。没问题。迟小念，迟小念，啊，你干嘛呢？我都快饿死了，还不赶紧做菜。味儿太大了，我今天做不了，改天再给你做吧。哎，咱们不是说好的吗？昨晚陪我喝酒的人到底是谁啊？我怎么一点也想不起来了？啊，丢人丢大了！迟小念。你没事吧？啊，昨天看你喝酒喝成那样，我跟瑞宇都蛮担心你的啦。我昨天和你们在一块吗？都闹兹瓦特了，昨天是520，哎，这种甜蜜的节日，我们两个干嘛要跟你在一起啊？不过我看言玉把你照顾得挺仔细的。言玉，还能喝，我能一直喝。520大过节的，你送我什么气球啊？我不要。哎，这气球也是从花儿买的呀。他们，言玉，怎么又是他？他
到底想干嘛啊？既然照顾我，一天到晚阴魂不散的。是吧？陈念，一碗肉丝面引发的暧昧事件。朋友雪中送炭，假朋友两面三刀。我和颜玉就比较特殊，属于平时两面三刀，但关键时刻总能雪中送炭。好，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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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麻烦借我一下，谢谢，借用一下，谢谢。加油，去影院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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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好意思啊，同学，没伤到吧？哎呀，怎么这么不小心啊？没事儿，没事儿，我没事儿，没事儿。真的没事儿、真的没事儿。裁判，没事儿。哎，你们打球注意点。不好意思啊。你没事吧？人家不是故意的，你那么凶干嘛呀？我的意思是，他眼神确实不怎么好。你说的都对。我饿了，吃饭去。比赛呢？吃饭要紧。可是我今天餐厅没排班，没法请你。去我家。这混蛋言语，要不是因为他，我也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我真是上辈子欠他的。要不然我不要去参加联谊会了。哎呀，不行不行，我都答应魏冉冉了。啊啊！怎么了？扎到了好像。走，先去涂药。你脸怎么这么红啊？哪有，我是热的。你不会是对我有什么非分之想吧？切，开玩笑，我连你穿开裆裤的样子我都看过，我怎么可能对你有任？干什么？以为我要亲你？啊！
我告诉你，我吃小念肉对你有半点想法，我倒着走。那今晚吃饭怎么办啊？要不你来做。我？嗯，我指挥，你操作，我们的晚餐还是有着落的。啊，可是我不会。首先，把衣服给我穿上。看起来一切都很顺利，是不是？但现实往往是残酷的。哎，怎么办，齐小念？快把火关了！啊！把火关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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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真是没想到做饭这么难，齐小念，原来你也挺不容易的。哎，算了算了算了，别吃了。说吧，绕这么一大圈找我到底什么事儿？哎，没事，你就说吧。毕竟你眼睛会这个样子，完全是因为我。说什么我都答应你。那这几天有个社长联谊，你作为数学社的社长，能不能也去参加？不去。我对那些无聊的活动本来就不感兴趣。哎呀，我知道这个很无聊，但是我是美食社的社长，每年的美食都是我准备的，我要不去。不太好啊！你是不是因为就林睿和魏然然也会去吗？哎呀，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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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去就不去。这么快就放弃了？不讨好讨好我，没准我就接受了。得了吧，这一天下来我算是看明白了，你就是逗玩。亏我还在网上跳了那么久的情侣装。情侣装，我看看。嗯。行吧，那我就勉为其难陪你去一趟，但是这件情侣装穿了就归我了，概不退还。成交，有眼光。哎，你看我挑的情侣装是不是特别好？我挑了特别久。就那样吧。哎，喜欢就喜欢，不要害羞啊！你看多好看，我跟你说，是不是超好看？烧烤派对之一场真心话的较量。谎言往往带来代价，但起初撒谎时的我并不知道，今天甚至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，我都要为那个谎言而买单。这啥情况呀？啊，你们这衣服够可爱的。输了，全输了，彻底输了。我说你干嘛戴个眼罩啊？真肿了。那你戴眼罩换个好看的嘛，你戴墨镜也行啊。言语，都是言语的错，他就不该撞你，他又不撞你，你就不会输。气死我了！算了算了，他都陪我来了，
而且不要被他听见了。你们在聊什么？这锅不错。我们这个连衣是吃巨资的，我们这个就是烤锅，比那个烤炉还那个。卫生。哎，对。哎，烤的怎么样了？熟了。试一下吧。小念，你先吃吧。好吃吗？这家伙演的也太到位了吧。你俩真当我不存在呢？行，那都给他。消失了啊。没想到颜玉这么体贴人啊，我看他们俩还挺合适的。你只是想报复吧？你干什么？你什么性格我了解。言语就是你拿来气我的幌子，对不对？凌睿，你别这样，我们已经分手了。我就是不相信你这么快就喜欢上别人了。我现在要喜欢谁，都已经跟你没有关系了。同学们，快点！我们的草地社长联谊会现在正式的开始啦！当然，你不是舞蹈队的吗？给我们来一段呗！啊，不太好吧？来一个！那好吧，同学，帮我放下音乐。没事，你吃吧。我们开始第一个环节，玩游戏吧。我最近呢学了一个特别好玩的游戏，它是丢手绢呢融合了真心话和大冒险。魏然，你土不土啊？不玩这个，换一个。冉冉还没说完呢，我觉得挺好的。那魏冉说说规则吧。它的规则很简单的，道具就是我手里的这个黄色的钥匙链，大家一会儿闭着眼睛数十个数。我把这个放到谁的身后，这个人就要起身开始追我。如果他追不到我的话呢，就输了。输的人选真心话或者喝酒，怎么样？好。那我们开始吧。10 9 8 7 6 5 4 3 2 1。你输啦。我输了，那我选真心话吧。好，真心话。追人，在你交往过的所有女朋友里，你最喜欢的人是谁啊？这还用问吗？当然是你啊。那咱们继续。来吧，继续。10 9 8 7 6 5 4 3 2 1。在那儿吗？这回在没有啊。不在我这儿，这儿没有。没有。跟谁那儿啊？藏起来。那你选什么？我选真。喝酒。
他选大冒险。那就喝酒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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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喝酒。那你来继续。够了，你们故意的吧？圆圆，规则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你这样的话是不是太没有意思了呀？你们分明就是……魏然然，你想喝是不是？我今天就跟你喝到底，霸气！继续啊！比赛规则就是，气球先被扎完的一方落败，需要两个人一起接受惩罚。下面比赛开始。等一下，我怕我一只眼睛看不清。来吧，右边右边，哎，好了好了，可以了，左边，左边，左一点，左边，哎，左边，往前往前往前，往前。你又输了，魏冉冉，过分了啊！游戏规则就是这样啊，大家都是成年人了，不用这么玻璃心吧？你抢人男朋友还不过瘾吗？你爸妈没有把你教好是不是？你信不信我今天就替你爸妈好好教训教训你？你是不是跟在他身边当宠物当习惯了，所以现在就冲过来了是吗？你是这意思吧？你干嘛？言语欺负女生算什么本事？男人与男人之间就应该有男人。哎，走。我跟你说，我还能喝，不就是个魏冉冉吗？我可以跟他喝到底。我没喝多，言语，你知道吗？我今天真的很难过，从来都没有这么难过过。你说，我为什么要骗他们说你是我的男朋友啊？我撒一个谎，我要用无数个谎去弥补。没有错，这不怪你。不，都怪我。我一个人失恋就好了，我为什么，还要连累你啊？你说那个魏冉冉，他欺负我一个人就行了，他凭什么欺负你？打玩不睡觉，吵啥？神经病啊！谁啊？这没有素质！都欺负我！带你回家。I've been looking forward to
白开水和红糖姜汁，我都需要。长这么大，我到今天才意识到，原来一些平常看似普通的东西，其实是那么的重要，那么的不可缺少。迟小念，迟小念，醒醒！迟小念，迟小念，迟小念。哎，迟小念，快起来！你这脏的，你床都湿了。迟小念，迟小念，到。起来，换衣服。嗯。迟小念，到。脱衣服。Yes, sir。嗯。把车换上。迟小念，换好没有？迟小念，女人真麻烦。怎么还发烧了？真是个林妹妹。颜月，颜月，我们起来把药喝了好不好？哎，哎，起来。哎呦，起来！难受。哎呀，没事，把药喝了就好了啊！哎，等下，等下，起来，来，把药喝了啊！哎，哎呀，哎，烫，喝吧，不烫不烫，我给你吹过了，乖，乖乖乖，喝喝喝，乖啊，乖，哎，不苦不苦啊，喝，没事没事。还有一点点，还有一点点，哎呦，乖乖乖，哎，我求你了，你喝了吧。OK。躺下。啊，小念，小念，不要走啊！
怎么了？我衣服呢？这不穿着吗？我说我昨天的衣服呢？你自己脱的呀。我信你个鬼！你是不是看到什么了？我没有。你绝对看到什么？真的，真的是你自己脱的。哎，别打了！这流氓，给我滚！赶紧给我滚！有人真可怕。滚蛋！我告诉你，死定了！有没有一种人，从小到大一直都在你身边，他的存在平常到如同你每天都要喝的白开水，你不会感觉到他有多么重要，但是关键时刻他又像加了红糖的姜汁，让你意识到原来他是一种你在某些时刻必须需要的存在。难道我真的喜欢？那杯厨房亮着呢。想念辣，嗯，好辣。严玉，这是放了多少姜呀？我这也是第一次做吗？小念，睡了没？没呢。哎，你和严玉昨晚上到底干嘛了？你们俩是不是呀？哎呀，你别瞎想，才没有。好吧。聊啥呢？大点声，我们俩都还没睡呢。我说我羡慕小念呢，身边总有男生围着，走了个林瑞，来了个严玉。说啥呢？这有啥好羡慕的呀，我身边的男生倒是不少，那你看能有几个能一直留在我身边啊？人家喜欢我，给我买奢侈品，那还不是因为身材脸蛋能满足他们的虚荣心啊。反正从来都不相信世界上能有什么纯粹的爱情。我发现你呀，你真是躺着说话不腰疼。我要有你这条件，我真的想享受一下男生围着的感觉。阿班阿班，你呢？你有喜欢的人吗？你别问他了，人家搞学术的人能有啥呀？我有。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深藏不露啊！一鸣惊人啊！厉害呀！哎，长什么样子啊？他长得就是普通人的样子啊，我们都是从小县城里考出来的。这个不行啊，我是外貌协会的，在我这儿呢，外表肯定是第一位的。当然了，如果有钱有品位的话，也可以排第二。怎么不行？你肤浅，反正我就喜欢阿白这样长情的人设。对了，你们是怎么认识的呀？嗯，我们就是在一家图书馆，当时他来请教我英语问题。聊着聊着，我们就在一起了。哦，
学习好好重要哈。咱来不及了啊。不，我怎么来不及啊？再说这重要吗？这不重要，重要是两个人那个之间那个什么 soul mate。 对，你完全明白我的意思啊。还什么呀？他得有男人气概，对不对？对，怎么也得比我 man 啊。还有什么？还有忠诚。不是忠诚不重要，还有帅。对，帅。什么帅呀、我觉得你们说的都挺对的，但是我眼中的爱情就像这杯白开水一样，虽然很平凡，但是我每天都需要它。哦，什么意思？没听懂啊。白开水一样的爱情，那不就是……啊，好了，没事吧？焦糖爆米花格外齁的慌。古人说，这世上有两件事是藏不住的，一是打喷嚏，二是喜欢一个人。哒哒哒，嘿。哎呦，一脸心疼的样子，送给谁的呀？哎呀，没谁。没谁，送给言玉的吧？你们俩是不是真的？没有，你别多想。没有啊。没有送人便当。我是为了感谢人家在联谊会那天，因为照顾我发烧了。感谢哈。那这万一你感谢，人家就跟你表白了怎么办？呀，没想什么，我先走了啊。祝你好运。知道了。师姐。嗯。下个月的省奥赛，我觉得还是得先咱们内部筛选一下。其实我觉得筛选的意义不大。但我觉得为了拿到更好的成绩的话，我们还是得有。言语学长，我喜欢你。收回去吧，别费心思了。言玉他已经有喜欢的人了。齐小念，藏什么了？是不是给我带好吃的？没什么。嗯，我自己吃的，我先走了。哎，等一下，我想跟你说，我们解约吧，明天有空一起吃个散伙饭。哎，你等一下，别跟着我。他生气了。你傻站着干嘛呀？他刚才肯定是误会咱俩了。误会？不可能。怎么不可能？肯定是。你听我的没错，追上去问问。追呀。师姐，帮我一个忙，
对，这都是我做的。好 好,、这个、好了好了，开玩笑的，这是我定的。你买的呀？对，改天我带你去吧。你要是喜欢的话，我送你。不用，到时候把链接发我就行。确定，待会儿你吃你就知道了。可以，今天雨道菜包，我说不高兴。放心，这家店一定会更好看的，是秀色的。OK，OK、okay. okay. 哦。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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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学姐，这红色特别好看吗？哎，那还用说吗？这口红是我送的，真的是挺好看的。这是你送的呀？对啊。哎呦，你眼光还可以。我跟你讲，他眼光超级差，真的。你觉得我眼光差吗？不会啊，我觉得颜玉眼光挺好的，是不是？哎呀，那当然，不然怎么会有这么漂亮的女朋友呢？对，那当然，你看，徐小念，我都找到了，你呢？这跟你有什么关系、啊？哎，怎么跟我没关系啊？我怎么也是叔叔阿姨半个儿子，好吗？所以你的终身大事我不也得管管吗？我现在才多大呀？等会儿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老大不小了，22了已经。你还不多爱吵架，那个你也品味高，那个也就也不着急，那个我饿了，宝贝儿。行，吃饭，现在可以吧？来来来来来，吃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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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。哎，一个个的，安琪要干什么呀？洗手呗。哎，我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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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杀毒杀菌很重要。哎呦，秀恩爱哟，你看他俩。快快快快快！来，学姐，你尝尝这个。啊好，多吃一点。啊、多吃点能夹到吗？我给你夹，多吃点。你多吃点。谢谢姐姐。放心、啊，以后小慈一定白白胖胖的。谢谢多吃点，多吃点，多吃点，多吃点。这个也特别好吃。再多吃两块肉片。够了，够了，也好。我跟你说，蔬菜对。再来个肉片，肉片，肉片。能吃了吧？啊，多吃点。别管他。够了，够了，够了，多吃点，多吃点。幸亏带了艾梦过来，不然我今天成500瓦电灯泡了。这个蠢货，人都带来了，竟然什么也不问。赤小念，你对我可真是毫不关心。我就不应该答应言语帮这个忙，太尴尬了。怎么回事？这菜洗烂都没人提一下的吗？胶原蛋白特别好，多吃点，多吃点。谢谢。哎，要不我们来干一杯？行。好。学姐。我跟言玉从小一起长大的，他以后要是敢欺负你，我帮你弄死他啊！来，靠你了，干杯，干杯，干杯啊！干杯！B计划。等会儿，等会儿要漱口。哎呀，一会儿还要吃零食呢，吃完以后再漱吧。哦，那也行，把我。过门时刻，你们先吃。客房别客气。嗯，吃一口啊，吃饭了，吃，多吃点，好吃吗？再多吃点，好吃吗？焦糖味的，你也吃吗？你就开始了吗？我不吃了，那个太甜了，厚的话我都要得糖尿病了。好，你多吃点啊，多吃一点啊，多吃点啊，多吃多吃点。这场戏我真的演不下去了。我说你们两个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多大点事儿啊？有什么解释不清楚的？喜欢就说喜欢嘛，你们俩这样有意思吗？谁要他解释啊？谁喜欢他了？
那个，我喜欢你。I guess God always knew, 'cause he put you right in front of me. 所以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我的？不知道。那上次学姐说你有喜欢的人了，那个人是不是也是我呀？不是。你。好好好，是你。那从小到大你做过的那些事情都是为了吸引我的注意力？是。那魏冉冉，是小念，你是十万个为什么吗？喂，我还没说完呢，时间还长呢，以后留着慢慢问，今天就算第一天。好了，这集就到这。我的暗恋结束在他答应陪我吃饭那一天。你们有那种开始时很厌恶，闻都不愿意闻一口，但是真正吃的时候却很香的食物吗？哎，你说这俩孩子长真快啊。是啊，转眼明年又上小学了。嗯，哎，咱上一个学校呗，俩孩子还是个伴儿呢。那太好了。嗯，如果上一个学校，我们家小念就得指着你们家言语给辅导了。那叫事儿吗？平时我跟他爸有事儿，这不把孩子扔你家吗？你这不给我客气了吗？不客气。哎，我赶时间先走了。行，忙去吧。言语，妈妈先走了啊，听阿姨的话，不可以跟小念吵架，听到没有啊？嗯，听到没有说一声。听到了。小念，交给你了。怎么光自己吃呢？慢点啊！池小念不仅嘴馋，爱哭，人还特笨。在我的童年时光里，他简直就是我避之不及的瘟神。写好了。池小念，你是猪吗？这么简单的题你都能错一半，那你就是说我对了一半了？你想过吗？你考试这么差，还怎么完成你以后的梦想呢？没关系啊，我爸爸说了，这个梦想实现不了，那就换一个，总有一个能实现的，快乐最重要。我现在就有一个梦想。什么？过来。我想把我的期末考试成绩改掉，帮我保密啊，拉钩。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把没有梦想说得那么理直气壮的人。从那时起，我就发誓，既然躲不掉，那就是面对。而第一步，就是把它变得像我一样，热爱自己。在那边堵他！啊，你出去呀！这边，再一枪子啊！被人发现了啊！爷爷，快放我！你过来，你一点不行！爷爷，这点小事，你还能让人发现了？爷爷，但让我头疼的是，这货从小到大真的一点都没有改变，我行我素，做事从不考虑后果。石小念，你知不知道私改校服是要被记过的？我没有啊，我只是突然发育，腿变长了，所以显得裙子短了而已。老师好。哎，颜月，你帮我把同学们的成绩录入一下，老师要去开会。好嘞，知道了。
为了不让他被处分，我连女更衣室都进了。像这种小事我帮他处理不止两次，虽然他总错怪我，但我还是不自觉的想要保护他。言语同学，我跟你说啊，你可是咱们学校的培养重点，以你的成绩你要记住，清华高中的生活很快，眨眼就到了高三，一定不能低估自己。那时候以为凭他的成绩铁定不能跟我上同一所大学，所以当时我做了一个决定。别人让我给你的。石小念，跟我一起去庆大，有你的学习我包了。石小念，你能不能有点志向？庆大他不好吗？啊，咱们还能上同一所大学。言语，言语，言语。言语，言语，你就是头猪。是的，第一次约会就这么戏剧性的擦肩而过了。可神奇的是，他竟然阴差阳错地和我一起被录取进了庆大。我以为终于可以准备好表白了，却没有想到。今天咱们去的这个餐馆吃的还不错，下回还能来。来，擦擦嘴。走啊，走啊。那一刻告诉自己，这次我不会再放手了。保险起见，我还做了一件事。来，签了这份契约书。这什么呀？契约，你做饭我吃饭，甲乙双方，明白吗？有了契约，我们的关系才能得到保障。中途爽约的人承包对方一年的伙食，你干脆找个保姆算了。不想签也没关系，明天我就去找。哎，别别别别别，其实我觉得还挺合理的。但这么一说，如果你违约了，你也得请我吃一年的饭，这么一想我也不亏。这就是石小念，一个我喜欢了很多年的女孩。对了，你要是问我喜欢她什么，我想也许就是那种我从未拥有过的盲目又愚蠢的乐观。屁股长大的青梅竹马突然变成恋人，什么样的相处模式才会更贴近爱情的模样？刚开始我们都以为是从无所顾忌到小心翼翼。
言玉。他们说女生都喜欢被摸头。这小子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会了？ It's a pity that people don't have dreams。这句话说的是人没有梦想是一件可惜的事情。这也是这篇文章啊所传达出的主旨，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梦想。虽然呢，在追梦的途中会经历很多的 trouble 啊困难，但是呢，有任何的困难，我们都要迎难而上。女生是阿香，主要护是夏季，夏季是最容易湿气入体的季节，所以啊，女生在夏季更要做好保暖工作，要多喝热水，多吃温热食物。啊嗨，小念，有人找。来了来了来了。小念，晚上冷，穿多点。我先走了。小念，有人找。来了来了来了。小念，最近天气热，多喝热水，知道吗？走了。给我，小念，赶紧给我出来！不管，空调温度不能再高了，太热了，这么多人都吃饭呢。小念怕冷，胡说八道，感冒怎么办？怕什么冷？给我，你给我拿来，你拿来，不能再高了。给我说，哎，来了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不能再搞。上去吧。嗯。明天见。明天见。早点休息。早点休息。微信聊。微信聊。小念，要不晚上去我家吃饭？嗯，嗯，你先吃。哎，念念念念。你先吃，你先吃，你先吃吧。你先吃，你饿了，你先吃。哎，没事没事，多吃点多吃点。你看你都瘦成啥样了。你先吃，你不用管我。吃吧，不用管我，真不用管我，真的。要不咱俩一起吃吧。好。言玉，我觉得我们还是恢复以前的相处模式比较好。我也觉得，我还是觉得。骂我比较舒服，我也觉得你损我比较自在。那这样子，我从三数到一，谁最后夹到菜，谁是猪，可以？三一，你输了，猪。正如一盘普通的番茄炒蛋，过多不恰当的装饰只会让它失去熟悉的感觉和味道。青梅竹马的恋爱也一样。形式不重要，彼此感觉舒适才是最重要的。
怎么了？上次聚会回来以后，你就对我不冷不热的，你是不是生我气了？你是不是觉得我对那个池小年太刻薄了？林睿，我真的想不通为什么你们都喜欢他，他那么普通，你喜欢他什么？至少他不会骗我。对，我之前是追过言语，被他拒绝了，我也很生气，但是那都是过去的事了，我跟你在一起跟他没有任何的关系。林睿，林睿，我是真的很喜欢你。有多少人知道，爱情里但凡出现一点不纯粹、不真诚甚至欺骗，都会成为隐藏的鱼刺，他们随时等着被爱情里的两位食客误食。我天哪，哎，等会儿，你和言玉现在到哪一步了？有没有那个啥交往那么长时间，你们不过还没有接吻吧？我们情况比较特殊。我看你成天在我这傻喝的那样，我还以为你们进展到什么地步了，怎么的感情还当兄弟处着呢？这不，革命的友谊维持太久了，一时转换有点困难嘛。唉，如果你不能主动的话，那你要学会引导呀。引导？第一招，在高高的书架前装柔弱。来了来了，他来了。哎，姑娘，这书要不要？我可发回去了啊。不要了。第一招失败，这第二招，在皎洁的月光下说情话。今晚的月色真美呀。都没亲上，言玉这么清纯的吗？哇，你们七月关系那会儿他挺会的呀。估计也都是假把式吧，毕竟这么多年他也没谈过恋爱。他没谈过恋爱啊？哦，堂堂建筑系的系草竟然跟我一样是个母胎 solo， 老天爷真的是公平的呀。哎，不过哈，如果这个人没有这方面的经验的话，确实对这种事挺害羞的。害羞？如果男友是不敢主动的类型，那你就得营造一个安全条件，比如在没有人打扰的自习室里面漫不经心的勾引。勾引？勾引？一个人的睫毛怎么会这么长？鼻子也挺，
嘴巴也好看。你到底是什么时候进化成这样的？为什么我以前都没有发现你的帅点呢？等会儿，等会儿。艾梦说要漫不经心的靠近，那现在我就……这你做完了？还没有，我刚就想叫醒你。嗯，来吧，讲题。晚拜。哎，小妞，你走路都飘了，有点多。哎，这不是瑞哥前女友吗？听说她跟她那新男友挺恩爱的呀。啊，两个人在学校每天进进出出的，都快成校园模范情侣。哎，别说了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啊、瑞哥走了、啊。林睿，我们已经打烊了。我找你。有什么事儿，我们出去说吧。林睿，你干嘛？小念，你心里是不是已经彻底没有我了？你是不是喝酒了？我跟魏冉冉分手了，他竟然一直在骗我。你冷静点。你说这是不是我的报应？不是，这店里东西砸坏了，老板会扣工资的。我错了。哎，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。林睿，你别这样，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林睿，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啊！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，店里东西砸坏了，老板扣工资，你听不听得懂啊？是小念，有事儿说事儿。我跟林睿，你和林睿是什么样子，已经跟我没有关系了。我告诉你，我不是你们感情里的阻碍，你们彼此才是。所以，如果下次你再这样，对不起。你知道吗？从小到大，我想要什么，我父母就会给我什么，所以我什么都想要全部。若之前那么的针对你，欺负你。就是我以为林睿看到了你不好的一面，他就不会再喜欢你了，这样他才会全心全意的喜欢我。但是现在我才发现我错了，感情是勉强不了的，所以，我以后不会再打扰你了，抱歉。魏冉冉，我和林睿认识那么多年，我太了解他了。他从来都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，但是我觉得这次他知道了。两个陌生人第一次约会，有的人会选择去吃路边摊小龙虾，有的人会选择一起去山上看星星看月亮。我和颜玉是要吃饭的，但是林睿他不一样，所以可能我们从一开始就不适合吧。至于你们，再给他点时间，让他好好想想。谢谢。难过了？才没有呢。
毕竟是初恋嘛，谈了这么多年。但是我不懂的是，刚才说的那些话都是谁教你的？自学成才。毕竟是林睿的前女友，说起林睿来头头是道。那个，你饿不饿？我给你做吃的去。啊！突然想吃糖醋鱼了。行，我给你做。只要鱼和糖，不要醋。但是糖醋鱼没有醋就不是糖醋鱼了呀。没办法，谁让某人让我把醋都喝光了。只要两个人在一起，蛋炒饭也变得特别。仪式感是一段感情里必不可少的东西，但为了避免庆祝仪式千篇一律，这次我为颜玉跟我在一起后过的第一个生日兼在一起52天纪念日设计了不一样的行程。换，差一点点啊。哎，可以，这个，对，哇，可以，好看，这个真的好看。马到成功啊，终身难忘，加油！往前走，好，抬脚，好，听，不许睁眼啊，千万不要睁眼。到了吗？好，睁开吧。按照流程，你应该先进来。生日快乐。谢谢。你什么时候准备的？就这两天随便弄了一下。谢谢。看来今天注定是个难忘的日子，才第一步言语就被我感动了，后面还有更特别的呢。怎么了？我怎么会忘记带气罐呢？ Oh no！ 小念，怎么了？要不咱们直接吃蛋糕吧。好。这是我精心准备的，绝对是咱们市最好吃的冰淇淋蛋糕。Oh no！ 完了，蛋糕也融化了。池小念，你是猪吧？那个。蛋糕太甜了，不健康。要不我们直接听广播吧。不应该啊，我明明在电台点了歌的。小念，你看这猪肉脯应该也挺好吃的。这什么破地方，连个信号都没有，我明明都准备好了的，怎么会这样啊？好了，不如我们回家吧。其实在家过生日我觉得也挺好的，你觉得呢？那好吧。小念，你锁门了吗？没有啊。有人吗？这不欺负人吗？小心。在这么一个浪漫的夜晚，
此刻，你又跟谁在一起呢？昨天我们收到一位女生的来信，她说今天是男朋友的生日，她想点播一首尚雯婕的《吞口》送给那个他。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听吧。傻瓜，谢谢你准备的一切，我已经很满足了。哇，好壮观啊！其实昨晚也没有那么糟嘛。对呀，如果走了就看不到这么美的景象了，对吧？哎呀，这门是该修了。哟，还有人呢。哟，没打扰你们吗？你们怎么回事？晚上都没人巡逻的吗？这门怎么反锁了？哎，门没锁啊。你看看，明明就打不开呀。门锁在这儿呢，一摁就开了。希望这一锅蛋炒饭能挽救一下昨晚失败的生日吧。嗯。哎呀，你都多大了，你怎么还喝到嘴巴上呀？好了，至于那么开心吗？开心，超开心。颜玉，嗯，你变傻了，你变得跟我小时候一样傻。石小念，你小的时候可傻了，好吧？我比你聪明多了，快给我来一口尝尝。嗯，我小时候可是考过88分的人，你忘了？我怎么记得68分来着？什么68？88好吗？88，要不是你把我成绩改了，我就是88分。而且我们拉过钩的，你就是背信弃义。是你把你成绩改了，原来说是我把你两个相爱的人只要在一起，就连最普通的蛋炒饭也会变得特别。颜玉，谢谢你，谢谢你能在我身边。最后的晚餐 ，No No No！ 蓝色大门里，张世豪说：“好不甘心哦。”夏天都快过完了，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做。我想说，大学过去一半了，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，又好像什么都发生了。姐，所以你就把老师给的这几篇重点文章的答案选项带入，然后把它们死记硬背过，明白吗？知道疼还不认真听讲，到时候考试不及格可不要哭哦。哎呀，人家就是困了嘛。嗯。狗粮这东西啊，真是走到哪吃到哪。你继续。嗯。完了，咱们这个自习室啊，也不再圣洁了。小姑娘，这间自习室呢，我大一的时候就已经让它不圣洁了。嗯，就咱们仨，还是学习吧。烦，这知识点怎么这么难背啊？让步连词、对角连词、转折连词、元音连词，光个连词就这么多名称。
就是啊。我们干嘛非得学英语啊？我汉字都没认全呢。学海无涯，等你们发现了学习的乐趣就不觉得难了。好高啊。等等过来复习。迟小念，根据刚刚那个原因状语从句，你再给我举几个例子。什么状语？你没说要状语啊。小念，小念，那边四份小龙虾前面催着呢。我还没做完呢。啊，那个没事，慢慢来，不着急啊。陈小念，你刚说装什么鱼？别给我打岔，快点！啊，好了好，我知道。since we got no money, let's eat some fish。这个暑假有安排吗？小心。哎，我说那葱扒好了没有？哎呀，你别催了，你不知道这大葱辣眼睛吗？你跟葱不辣眼睛？真是，给我看看那汤去。哎，好。汤差不多就调小火啊。哎呀，这烫手啊，这个。抹布呢？那儿。哎，烫手。哎。谁呀？这是？哎呀。哎，小念呐。喂妈，都收拾好了。哎，你喂，那个颜玉在你旁边啊？在呢。哎，你让他听。我颜玉啊，那个你们赶紧回家了啊。你阿姨啊，给你做你最喜欢吃的那个红烧鱼。好，叔叔，一会儿见。啊，那我先挂了。哎，拜拜。好。你说你着什么急？着什么急啊你？闺女都多大了？我不着急啊，那叫上赶着，不是买卖。咱是女孩儿，真是什么也不懂。我不懂，你懂。哎，我怎么看你一点也不紧张呀？哎，我紧张什么？
从小在你家蹭吃蹭喝的，有什么好紧张的？那时候你是邻居家的小屁孩，现在你可是要把人家心肝宝贝给抢走，你就不怕被他们打出门吗？你犹豫了？不是，你犹豫了，你不爱我了？不是不是，你听我说，我记得小时候被打的那个人好像不是我吧？那难道是我吗？言韵，你什么意思？你别跑，你给我站住。哎，言韵，来，闺女吃这个。咱爷俩好好整两盅。好。哎呀，你少倒点，小孩不能喝酒。哎呀，都多大了，没事。没关系，阿姨，今天高兴，我跟叔叔喝两杯。哎，等一个。哎呦，慢点，都干了，快，来来来来来，吃点吃点，快来来口鱼啊，来口鱼。哎呀，你袖子袖子，哎呀，你给我卷上不就得了吗？你真是，我筷子呢？这儿呢，你怎么这么忙活人呢？你讨厌死了。哎，这孩子，你看我告诉你不让他喝吧，这一杯倒啊，这是，真是的，这怎么弄啊？这是，吃羊店大爹，这个。这孩子这怎么说话？这是没错，人管你叫池小念他爹，你不就是池小念他爹吗？说这事儿，他喝多了，快点儿。言玉，这酒量，你以后怎么跟老丈人喝酒啊？对呀，你说你怎么跟老丈人喝？小念啊，言玉他有女朋友了吗？我也不清楚，应该是有。谁呀？他就是哎，别怪他，别怪他，喝多了哈，喝多了。那个爸妈，我这次考试没挂科，暑假能把厨师证给考了吗？能。而且言玉帮我补习也挺有成果的，我要是拿到奖学金，把家里的厨具也都换了吧。哎，行。我喜欢吃小念，我可以和他在一起吗？能。说什么？哎呦，这个孩子，你不早说呀？呀，我早希望你们在一起了。哎呀，太好了，我这心的可算放下了。你说阿姨做这么一大桌子菜呀，就是想，哎呀，我就怕你瞧不上我们家小念呐。哎呀，太好了，我太高兴了。快快快快快，孩子，你看看你，吃吃吃吃吃，来，谢谢阿姨，多吃点耳朵，吃鱼，吃鱼解酒，快快快，谢谢，大口吃啊。哎呀，哎呦，咋不早说呢？快快快，吃吃吃吃吃啊。哎，多吃点，多吃点，姑娘你也多吃点啊！哎呦，爱吃红烧鱼，从小就爱吃。妈啊，我爸他看看去吧。嗯。啊，池小念，你去哪里？哎，言玉，我问你，你们俩什么时候开始的？爸，你是不是不同意我和言玉在一起啊？你把言玉叫进来。叔叔。哎，叔叔，你要打就打我，不要打池小念。这下知道叫叔叔了，不是池小念他爹了。叔，我错了，我刚是喝醉了。嗯。言玉，这东西陪我20多年了，今天要啊，我明白了，叔，你是想要让我辅助池小念，让他在厨艺的道路上越走越远，对不对？不是，叔，我明白了，你没明白，你不放心好了，我一定会照顾池小念的，叔。听我说，放心好了，你说的我都，你听我说呀，你不懂，我懂，听我说，你听我说呀，叔，你要敢欺负池小念，我用这东西揍你。嘿嘿，我的恋爱故事就暂时先讲到这里了。以为这是我们最后的晚餐，以为我们会被父母反对上演8点档家庭大戏。No, 我们的晚餐还会继续下去哦。对了，偷偷告诉你，如果你也有喜欢的人，那就请谈恋爱前先吃饭吧。
看什么看？快回家吃饭。